那陈卓璇的成绩是什么呢？陈卓璇，你想现在知道还是待会儿再知道？现在吧。别骂，关了，别骂，关了。陈卓璇，我宣布你的成绩，第九名，恭喜！啊，第九，陈卓璇第九。9-7等于多少？二。恭喜你第二名。幼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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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是你，又是这个。恭喜陈卓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就是幼稚啊。对不起。陈卓璇，你说说大家的心声，那现在也说说你的心声吧，对创始人们。首先谢谢我最最最重要的女团创始人们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努力。我相信在每一个凌晨我在练习室挥洒汗水的时候，你们也一定在挑灯夜战为我撑腰，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位置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看起来我外表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，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也很有胜负欲的狮子座，所以我其实从来都不喜欢二这个数字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更加竭尽全力和创始人们你们一起，我们向最高的位置发起冲击。然后其实还有一件事我一直特别不明白，就是因为我身边其实很多小伙伴都有去拍了中差商务广告，但是迄今为止我一次都没有去拍过，所以我很想问问创造营的所有赞助商们，是我站得还不够高吗？哇，漂亮！哇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！哇，真的敢！我的吓到是惊吓到，真敢输！我觉得这届的女生就是敢啊，挺自信的。跟我一样自信，你像他的性格就很像很容易会说这种话的人。哦，就我喜欢听这样的话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这就是一种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他表达了出来。别的人也肯定也想要，但是他们不敢说，那这就是为什么陈卓璇能站在这个位置的原因。可以，有野心。如果是，我会像刚才我说的那样，竭尽全力。往更高的地方和我的创始人们一起往上爬，谢谢。太干了！哇！哇！这一秒被圈粉！哇！现在已经是一个我想要，我必须要说出来，我才会真的发光的时代。我既然站到这个位置上，我就该得到我该得到的。其实我很希望我的对手们他们都非常想要，这样我们才可以不顾一切的做到最好。陈卓璇，一个有野心的狮子座，那除了你想拍中差广告之外，你还想知道他们五个里面谁的成绩呢？现在我很想知道西林那一高的成绩。哦，火药味。西林，你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吗？现在不想。不想。现在不想，你再换一个人，人家不想知道。你不想知道啊？你怎么这样？等会儿啊，西林。你再换一个，你还想知道谁的成绩？那想要知道江真宇的成绩。好，那我宣布江真宇的名次是
第六名，恭喜你，去吧，好吉利啊。江振宇，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只是一个不爱说，但是我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，我也有我的韧性，我也有我坚持我努力的方向，所以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也想要大声的对大家说，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展现更多不一样的我，也希望我能够用舞台说话，让各位支持我的人不要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，谢谢。好，那江振宇，你想知道谁的名次呢？我想知道徐阳的吧。徐阳，你的名次是？你刚刚有猜中。第七名。你就是第九名。谢谢。老师，是吧？老师，感谢他们。徐阳，说一下你的感受吧。首先，感谢我的公司。对，感谢我的公司对我一直以来的照顾和陪伴。说全一点，公司叫什么？感谢我的公司龙涛娱乐，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陪伴，然后对我的照顾，一直没有放弃我。再来就是感谢为我撑腰的创始人们，谢谢你们能够看到我，能够喜欢我，能够支持我。其实做女团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我的初心，是我最初的梦想。然后从我也是我懂事儿以来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个事情，我都一直没有想过要放弃，虽然中间就是想过要放弃。不是，就是虽然中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挫折，然后让我觉得有点怀疑自己，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的走了下来。还有就是我想说一个，我以前的座右铭是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。这不是我的吗？我的我自己的路我跪着，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，因为我确实好像选择了这条路之后一直在跪着走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站起来风风光光的往前走。我想成团，所以我希望女团创始人们能为我多多撑腰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不会辜负你们，我以后会更加的努力自信争取，加油，谢谢。好，现在我们场上还有三名学员，你们谁想知道自己的名字，请举手。举手。Do you want to know your? 三。二。怎么怕？我紧张啊。我不。只有王一吉想知道。好的。现在公布你的名次。王一吉的名次是前三吧。第七名，恭喜你。哎。去吧。哇，谢谢，这一锦一锦，请你说出你现在的晋级感言。哇，太开心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为我撑腰的女团创始人们，谢谢你们。我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然后很勇敢的人，其实我都是有一点怂，但是我也真的在这之前没有想过我能站在这里，但是是你们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信心，也让我有了决心，从现在开始我想再往前迈一步，走到前面去，走到最最最前面去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喜欢我的人不要跑，谢谢。我还是不够，但是我觉得我通过我的努力，有一天我一定是可以站在第一的那个位置上。这是我给自己建立的一个目标。还剩第一和第几啊？我们现在空着的是第一名和第三名。
们俩都对对方说点话，我想听听你们现在此刻对彼此的想法。你们虽是队友，但也是战友。我们还是室友哎。也是室友，但是我此刻很想听，我相信观众们也特别想听。那两个软妹放狠话。我很欣赏你，然后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你，我肯定有自己的报复心，所以如果要是今天你拿第一，那下回我来拿第一。哦，和谐呢，这么和谐，别客气了。别说了，我都要看粉红色泡泡了。你紧张什么？给奶奶。好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因为我每天看他运动，我每天看他减肥，我觉得他的目标很高，所以我也希望你可我跟你可以在一起第一名。我们也很期待。好，敬业，你们都厉害。OK， 现在我非常非常郑重的来宣布你们两个人的名次。所以现在我要宣布的是第三名的位置，那这个第三名到底是谁呢？啊，好紧张，紧张死我了。麒麟哪一高第一吗？有可能是内内哦。我的天哪，说呀，那这个第三名到底是谁呢？麒麟哪一高、啊、不是、啊、而是郑乃馨。所以恭喜麒麟大一高获得了本次撑腰的第一名。你们两个人一起上到你们的位置，谢谢。这里棒，谢谢。开始发表你们的感言，奶奶先发表。好啊，我好紧张。我感谢硕士人们为了我很多撑腰，我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想告诉大家，我想大家认识我更多，我想我的朋友认识我。但是我不会说中文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努力练习更多，为我的表演做准备好。我会学中文更多，因为我想有朋友。有朋友呀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。我跟妈妈在一起，所以我的妈妈没做工作，所以有我一个人做工作。所以我不去学校，因为我要赚钱。我感到难过一点点，但是我从小我做工作了，所以我没有开心的时候，我没有朋友。来到这里很开心，对，我可以说这是我的第一次，我有真的朋友，真的真的朋友，可以说问题，或是可以说今天我有很多事情，我好累啊，你呢？我很开心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，我会加油。请大家进入，为我撑腰，谢谢大家。麒麟，我们的第一名。像卓轩呀，我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狮子座。我经营的期望就是可以晋级就好，没想到可以得到那么多创始人们的喜爱，非常谢谢你们。让我一开始就坐到这样子的位置，就是真的是没有给我留任何退路了。我现在站在这里，其实以前我队友说过，打麻将不能胡第一局，
所以现在我其实也很害怕，就是会辜负会辜负大家，会让大家失望。因为在这里我其实有太多需要进步的地方，就像刚才我连自己的成绩我都不敢面对。